洋葱双眼，专家说吃不会。洋葱剁剁剁，眼泪流流流。洋葱剁剁剁，眼泪流流流。网友阿娟很爱吃洋葱，常常三餐都要有洋葱菜色。但她听网友说，不止切洋葱会流泪，吃洋葱也会伤眼睛。想问说，这是真的吗？来来来，阿娟准备好荧光笔，听好喽！仪式开始，吃洋葱并不会伤眼睛。外源性啊，我其实它是因为它的植化素对我们眼睛是蛮好的，它可以预防癌症，它有很多的纤维质，在过去我们讲说它营养价值没那么低，可是事实上，它的很多硫化物啊、植化素对这个血管的保健都有一定的功能。看来阿娟可以尽情的吃洋葱喽，但切洋葱的时候，医师也特别提醒。切洋葱时，气味之液一旦接触眼睛，会引起眼睛刺痛、流泪。如果这时手用力搓揉，可能伤到眼睛结膜、角膜；或是手不干净揉的话，也有可能细菌感染。因此，医师建议可将洋葱放在清水中再切，避免气味之液溢出。